谢谢大家给他这次机会啊，他很开心，因为他得到了成就感。为着鼓励南投县内特殊学童，南投县政府举办成果展览，邀请县内学校来做展示。南投县长林明进也特别甲小朋友来翕相，并且将因所制作的点心配合每一位参与的民众。我们要接纳他，来让他有就业的机会，来让他有能够自己照顾生活的一个本能一个技术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来重视啊这个特殊教育哈。这个特殊学生记忆的陈国展对于身心障碍的学生他们的一个绘画作品，以及我们特教班的孩的老师对于教具的一个研发，关心我们的孩子。我们今天借由这样的一个陈国展，让我们南投县的县民都能够了解南投县政府在对技职教育的一个注重。推广教育的同时，南投县政府也关怀特殊学童，并且针对学生的程度研发出不同款的教材，培育因的专长。我们对于这个特殊教育还有专技教育我们县政府都非常的重视。那么我们希望在学校需要设备方面我们会全力来配合，来争取经费一些教材的设施设备我们一定要来补足，让学生有一个实习这个空间让他们能够学到一技之长。虽然特殊学童的学习速度较慢，不过因是愿意开创时间甲精神，还是更加侪专长，是感动了真侪人。记者张伟雄采访报道。